塑料成型、装配线和精密钣金的专业化公司五十岚硬化。五十岚硬化以质量、赞誉和精密作业为我们的立业宗旨。五十岚硬化的产品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着多方面的支持，今后我们也将继续为各位提供舒适与放心的产品，并以此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五十岚硬化从1926年开始就生产以塑料成型为主的电器控制用零部件，于1948年成功地开发出本公司原创的船舶用开关及电路器械，这些都已成为我们推出的主打商品。以客户的繁荣为第一，公司的繁荣与客户息息相关，职工的幸福也与之密切相连，这就是五十岚硬化的企业理念。五十岚硬化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国际化业务，在日本国内有东京的幕黑基地及川崎工厂和新系工厂，同时在中国的大连市金州区还设立了大连五十岚工业有限公司。我们的经营方针是各个工厂均按各自的特点进行运营。五十岚硬化为合作公司全力提供技术指导，我们认为人与人的交流是最为重要的。今后五十岚硬化将继续重视人与人的交流，从客户的立场出发进行企划设计以及产品制作，使用 CAD 快速制图，对电器控制的彻底检查，以无不良品为目标的电器试验检查，热硬化性塑料成型，热可塑性塑料成型，接触开关组装，熟练工人的产品制作，配线整洁且保证质量，五十岚硬化是一个塑料成型、配线组装和精密钣金的专业化公司，为使我们的产品能够获得客户的信赖并满足您的日常生活，今后我们将再接再厉，精心设计，精心制作。